在正式出发冰岛前，我们收到了一封陌生的邮件，邮件的内容竟然是一个有关寻找北极光的探险任务。传说，当幸运地看到北极光，便会预示着接下来一年的好运气。但想要与北极光相遇，需要同时集齐四个要素：纬度、时间、天气。而第四个关键性要素却一直保持着神秘，没有人了解它。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个神秘的第四要素。气息。根据邮件的指引，我们需要找出令北极光出现的第四要素。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境都被极光覆盖的国家，冰岛自然是完成这次任务的绝佳地点。哇哦，什么东西啊？首都雷克雅未克是我们的第一站。哈尔格里姆斯教堂在众多低矮精致的小屋中十分醒目，教堂里那道突然而至的耀眼光芒，仿佛预示着接下来的好运气。短暂停留后，我们沿着延绵的海岸线一路向东进发。你看你妈，哎呀！哎呀，个熬夜。在这座神奇的岛屿上，有着太多外太空星球般的景色，大大小小、形态各异的瀑布，混杂着远古火山爆发的熔岩颗粒的黑沙滩，隐藏在万年冰川深处的蓝冰洞，一路上的风景和奇遇，使这趟探险旅行变成了一场浪漫之旅。天气持续晴好，不出意外，神秘的第四要素很快就会和北极光一起如约而至。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天天气突变，狂风怒过，黑云压城，随后暴雨如注，豆大的雨珠敲打车窗，成片的雨雾弥漫在我们的四周。曾经一度，我们甚至看不清三米外的路况。极端天气侵吞着这座岛屿的一切，也侵吞着我们看北极光的希望。我们在冰岛的时间只剩下两天，预报软件上显示今天的极光指数有四级，这是看北极光的最后机会了。但阴云依然笼罩着这座岛屿，我们能成功完成任务吗？朦胧之中，我们想起了哈尔格里姆斯教堂里那道被我们视为好运气的光。最黑暗的地方最容易看到有光，最坏往往就是慢慢变好的开始。我们决定不再坐以待毙，极光不来，我们便向它追去。即使不能完成任务，但过程中对希望的坚持与笃定，就是给全力以赴的自己最好的回应。终于在凌晨，北极光出现了。这北极光在天边肆意的舞动，这一刻，我们终于明白，
原来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第四要素并不是任何客观元素，而是追光过程中的那份信念、坚持、勇气和执着。有光的地方就会有影子，有黑暗也就会有光明和希望。对自己真正向往的东西，不应该只有期待，心存信念，不放弃，不退缩，鼓起勇气勇敢追求，每个人都必定能找到照亮自己生命的那束光。